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因为变胖嘛。你吃这么多才会变胖的吧？可是会很痛啊。他麻醉了怎么会痛呢？可是这样就没有男子气概了。如果小偷来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很凶，小偷他会怕我。一定要结扎吗？一定要。林先生，换你了。来，给我，给我。林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觉得这个节育一定会对狗狗有很多很多的好处。那好处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家狗是公还是母的？公的。我觉得公的就是有睾丸跟前列腺的疾病的风险，这样的。那母的呢？其实乳房跟子宫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降低。那在行为上呢？有什么帮助？不会因为发情而跑出去啊，然后也会降低攻击人啊。机会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好处很多。嗯，管你除非有更好的。